赵鹏啊，这届亚运会是和六公主取了经吗？没有一首歌是白放的。原以为游泳决赛西湖名曲《千年等一回》的 DJ 版《法海来了》都得游两圈，已经是组委会的极限了。没有想到整个这一块 DJ 组没有最强，只有更强。韩国队出场的时候放了统领男女老少宛若韩版小苹果的韩国神曲《江南 Style》，音乐这一响起，灯光跟随，氛围拿捏到位，就连韩国选手都忍不住在这股热情下跟随欧巴《江南 Style》敲头舞动了两下。细细一查才发现，马来西亚出场也放。是马来西亚女歌手梁静茹的《没有如果》，原来 DJ 台给各个国家省队都贴心的安排上了专属的 BGM， 主打一个宾至如归，让运动员们在远离他乡的赛场上都能够得到鼓励。9月29号亚运会游泳项目收官日恰逢中秋佳节，当天歌曲堪称是月循环，从但愿人长久到看月亮爬上来，灯光组配合着主灯、射灯、旋转灯，将游泳池化身为了舞池，给观众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 DJ 版的过中秋，熟练掌握用音乐对话，更别提击剑比赛再放什么刀剑如梦，国乒男团放的奢香夫人，排球比赛放的倍儿爽，每一首都深得我心，不知道还会有哪些歌曲给我们带来惊喜呢？